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 O 哈这一点哈，它是三角形内部的一点，然后现在哈，在这个 OA、OB、OC 的延长线上面哦，各取一点 DEF， 它使得什么呢 ？OA 比上呢 AD 哈，这个是2比一，哦，这是2比一啊，啊，这个也都是2比一啊。这个都是2比1，这个的话是2比1，所以呢 DEF 的话事实上是三角形 ABC 的那个放大图啦，就是说 O 是那个相似中心嘛，那 DEF 呢三角形跟 ABC 三角形相似，然后它是放大几倍呢？放大二分之三倍啊，二分之三倍嘛，这个是3比2嘛，3比2放大二分之三倍。好，那么他问哈，三角形 ABC 它的这个周长啊，周长哈，周长三角形 ABC 的周长哈，比上什么呢？比上这个三角形 DEF 的周长，这个比值是多少？那比值就是它的放大的比率。ABC 比较小啦，等于是缩小比例，这个的这个是2嘛，它是3啦，这个的话呢是这个的放大图，放大 1.5 倍，所以这个什么呢？所以三角形 ABC 是 DEF 的3/2倍，所以这个比这个会等于呢2比3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。